苏天对我求托，要有一位强人前来插棒。王爷命他上天盘问这个女的，你从城里哪去？插棒之女滚带上天。插棒之女滚带上天啊！万岁传圣旨，一步进丹池。神殿古万岁，丹池下一行茶和名香，名香流传。六千，见观音何不当头？恐将有罪不敢。恕你当头了，千万岁。啊，万岁！可你人才出众，刘强哪刘强？你用扮演强，我来上外行两条路，你来插播两出不归路啊！难道你家中并无师太吗？这个，祈求万岁，既然答下国事，天下间必忘勇气之意。刘传，拿出勇气，立身万岁的前言，那甘愿牺牲道爱，尽挂多才引错天父旨意。错啊！你手的真不乖，只爱到饮酒欺负。你家中还有何人呢？家中还有俺的我母，一点子女呀！哈哈！家中还有家眷，你要愿意前来敬挂，挂念秋风雨，敬挂冲人。有头命君，提菜一捧，多谢。刘强，才此番你未得官人忠心，愿意金不挂，都是阴曹地府啊！你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，但是呢，你爱金挂，官人所说忘。金不良，我们家中的钱，过年我一你安排最好。家主娘儿，你以下一准批吧，遵命。Thank you.
哪流强，因为国庆祝，为国人答应人间千岁，提升人的生命，国人要有准备，别挂才子，也就推得国人。